着飞行啦。第一个航拍者飞行员飞越非洲同欧洲两个大陆嘅人，一开始都好顺利。咁即系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，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。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。最后进直大陆海。导游员马上赶去罗西跌落水嘅位置，将佢救翻上直升机。今次飞行原定需时15分钟，不过罗西只系飞咗大约5分钟就宣告失败。